我们俩有可能吗？又问回来了，我明白了。 再一次伤害到自己，不敢，是因为我以为我活明白了，其实还没明白，还是云山雾罩，哆里哆嗦，糊里糊涂。我真的是怕，但不是怕伤害我自己。 是把伤害到另外一个女人。不敢是因为你和景雅的婚姻给彼此带来了很深很深的伤害，这种伤害造成的痛苦，并没有成为过眼烟云，它还积在你的心里，还在纠缠你，影响你。 日日夜夜，历历在目。我们俩的关系你难以决断，你说不是因为景雅，我倒觉得还是因为景雅，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景雅。